家人们平安，还有我们有一些牧师、牧者啊，长者平安平安。今天好高兴，看到大家精神这么好，看到大家这么喜乐，台上跳，台下也跳，台下跳，台上也跳，都一起来跳啊！赞美超是啊，这么好。我真的要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的参与，这么几年来不舍不离不弃的一直跟着我们跳下去，我们要跳到100岁。我朋友说大家要一定要跳到100岁。今天我碰到这个，哇，这个牧师跳得好棒哦！啊，可以。赞美操不是姐妹的专利，现在赞美操好多的弟兄，我们台北也有弟兄赞美操，这一团队都是弟兄吗？啊，我们的团长在这里啊，我们台北全世界都在跳赞美操，因为赞美操使我们健康，因为赞美操使我们喜乐。我刚碰到一位姐妹，上次来她很忧愁，现在她变得很喜乐。她说她已经离开了那个忧愁，离开现在是变成一个非常喜乐的一个人。所以这是我常常说赞美操神设立，赞美操神设立的。所以现在神设立，我们就要把它做好，我们就要赞美操发扬光大。赞美操现在也成立了基金会，成了基金会以后，再不要再说吴老师，我感觉被几辆招了。啊，现在不是我，现在赞美操不是我的，现在赞美操成基金会，就是我们大家的。凡是跳赞美操的人都是我们基金会的 member 会友，都是我们基金会的同工，我们在组里边互相勉励，互相加油。今天看到中部的老师，我想今天来的大概也只是一部分而已啊，没有全部来。我们还要更期待的十月的时候，我们会做一个20周年庆啊！赞美操已经20周年了，我们要在斗六，所以到时候呢，我们希望每一个赞美操的家人都一定要参加，不只是你们参加，也邀请你们的家人一起来参加，让我们。可能那一天大概最少，我们估计是有3000至4000人从全世界各地来，所以你们觉得很开心吗？我们当主人呢，以前啊15周年我们要去马来西亚，别啊10周年我们要去香港，这次在台湾，我们是主人，每一位啊，我们在座的每一位。都是赞美操的主人，我们要把赞美操发扬光大，让它更能够荣耀神，把在赞美操的精神，要把赞美操的成就归给上帝，赞美操的喜乐归给自己啊，赞美操的荣耀归给神。成就归给大家，因为你们的努力，所以荣耀归给神，成就归给大家，归给我自己，归给自己，归给每一个人啊！所以让我们在赞美操里继续努力。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赞美操要扩张境界，要一个人带一个人，好不好？一人带一人来跳赞美操，好不好？较大声的，好无？好，一个人爱带一个人来，啊，咱明年才就坐袂落去啊，对不对？
好，做赞美操最要紧的一件事，等一下我们关于基金会的一些事情，我们的长老还会来分析。我今天最要紧的，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来说，好啦，咱要做一个什么款的人？咱要做一个好人，因为我来得到大的福气，咱来做一个好人，放在咱这个大的福气。福气就是嘴手长长，吼，就是你长寿啊，福气。来，好人，我们一起说，好人。我这样的香菇都下来，好啦，因为我来得到大的福气，好，咱就来做一个好人，因为我来得到大的福气，好人因为我来得到大的福气。一点多的福气，来，咱们做一个好人，因为我来得到大福气，来，咱站起来，闭起来，来，站起来，来站起来，啊，赞美操的人，来，动作赞美慢，搁一下，搁下来，赞美操，站起来，好，来，来帮我拿这个，来哦，大家拢来闭哦。来，请了，好啦，好啦，因为我，来这个大，对，对，来这个大，福气就是吹秋等等哦，长寿，对，福气，搁一间，好啦，因为我，来这个大。好人，因为我来得到大福气。